酒啊，是你上次特意吩咐从江南运回来的。此酒果然名不虚传，明天再叫他运些回来。是，下去吧，我要休息一会儿了。是。 有点饿了，拿点心来。点心来了，公子，请用点心。公子，这可是城里最有名的点心铺做的点心。啊，这是什么点心呢？是绿豆糕。绿豆糕，呸！我怎么能吃这么垃圾的东西？快去叫马车，我要出去吃。是。嘿嘿嘿嘿嘿。 一二三四，啊，我呀，给我去城里最好的酒楼。好嘞，这，太好吃了。 真好吃！今天手气真差，明天再来吧。这不，我们去珠宝店看看。这。 店的珠宝都是罕见的珍宝，请岛公子慢慢选。不错不错，这一盘那一盘我都要了。是是。太好吃了！这一盘那一盘我都要。 啊，没有了，一分钱都没有了！天哪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该怎么办呢？ 养尊处优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长期生活在尊贵优越的环境中，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，相反，可能还会害了你。大家要记住哦。